核心的修行。现在，我想给你介绍一种法门，让你在极度忧伤时，可以真正帮助自己。我的上师江阳钦哲仁波切经常把这种法门教给那些遭遇情绪折磨、心理痛苦或崩溃的人，而我从自己的经验中得知，它能够很好地疏解痛苦，带来很大的慰藉。在今日的世界里，传授教法可不容易。我年轻时曾遇到许多危机和困难，我总是祈请莲花生大士，观想他等同我的所有上师，至今依然如此。因此，我亲自体会到这种法门转化的能力有多大。这就是为什么我所有的上师都说，当你经历困难的时候，莲花生大士法是最有用的，因为在你面对并超越这个时代的混乱时，它最有力量。因此，每当你失望、痛苦或沮丧，每当你觉得无法再支持下去，每当你感觉心碎，我劝你修这个法门。要使修习这个法门有效，唯一的条件就是你必须全力去修，你必须祈求，诚心的祈求帮助。即使你修习禅定，也会有情绪上的痛苦。许多前世或今生造成的事情，也许会出现，让你难以面对。你也许会发现，在自己禅坐时，没有那种智慧或定力来处理，而光靠禅定功夫并不够。这时候，你需要的就是我所谓的核心的修行。我总是感到很遗憾，人们不知道这类可以在绝望时帮助自己的法门。如果知道，你就会发现自己拥有无限珍贵的东西，它会变成转化和持续力量的来源。祈请，祈请最能启发你的证悟者出现在你面前的天空，并把它观想成一切诸佛、菩萨和上师的化身。诚如我说过的，对我来说，这个化身就是莲花生大士。即使你无法在心眼里观想出任何证悟者，只需要强烈感觉他的出现，并祈请他无限的力量、慈悲和加持即可。呼喊求助，打
开你的心，以你感受的一切痛苦来祈请他。如果你想哭，就不要压抑，让眼泪流出来，并真诚请求帮助，知道有人一定会在那帮助你，有人会倾听你，有人会以爱心和慈悲来了解你，从来不曾批评你，他是究竟的朋友。从你痛苦的深处请求他，呼唤他，并念诵莲花生大士的咒：嗡阿哄班扎咕噜巴妈西迪哄。多少世纪以来，无数众生都以这个咒作为净化和保护的治疗泉源，让喜悦充满心。现在想象并确实了解，你呼唤求助的佛以他的爱心、慈悲、智慧和力量回应了，强烈的光芒从他身上流向你，观想光就是甘露，完全充满你的心，并把一切的痛苦转化为喜悦。莲花生大士显现的一种方式是采取禅定坐姿，披着袈裟和法衣，流露迷人的温馨和安详的感觉，脸上挂着慈爱的微笑。在这种化身中，他被称为大乐，他的手放松地摆在腿上，捧着一个由头盖骨做成的杯子，杯中盛满大乐的甘露，旋转发光，是一切治疗作用的根源。他安详地坐在莲花上，四周环绕着闪烁的光球，想象他是无限的温暖和慈爱，是喜乐、安适、安详和治疗的太阳。打开你的心，让你的一切痛苦流出，呼喊求助，念诵他的咒：嗡阿哄班扎咕噜巴妈西迪哄。现在观想有几千道光芒从他的身体或他的心流出，观想杯中大乐的甘露，喜悦的溢出，闪着金光的液体抚慰着，不停流遍你的全身。它流入你的心，注满你的心，把你的痛苦转化成快乐。这个从大月莲花生流出甘露的法门，是我的上师经常传授的妙法，在真正需要的时刻，他永远都能够给予我极大的启发和帮助。帮助亡者，当你反复修习这个法门时，念诵咒语并以喜乐
注满你的心，慢慢的，你的痛苦将在你心性的信心和安详中化解。你将喜悦地发现，诸佛并不在你的身外，而是随时跟你在一起。在你的心性之中，诸佛通过他们的加持，以你自己内在佛陀的信心来为你灌顶滋养你。现在以这个法门给予你的一切力量和信心，观想你正在把这种加持证悟者的治疗性慈悲光送给你亲爱的亡者，在因死亡而极痛苦的情况下，这个法门特别重要，因为它可以转化他们的痛苦，为他们带来安详和喜乐。在过去，你也许会觉得痛苦无助，也无法帮助你的亲友，但现在通过这个法门，你会觉得安慰，受到鼓励，得到灌顶，足以帮助亡者。保持心的开放，不要期待会立即有效果或奇迹，也许要过一段时间，在你不注意的时候，你的痛苦才能转移。不要期待它会马上有效，一劳永逸地结束你的痛苦。对你的痛苦开放，就像你在修行中对证悟者和诸佛开放一般。由此，你甚至会奇妙地对痛苦升起感恩，因为它给予你这个克服和转化的机会。没有它，你永远无法发现隐藏在痛苦根源深处的就是喜乐的宝藏。你最受苦的时刻可能变成你最开放的时刻，而你最脆弱的地方可能蕴藏着你最大的力量。因此，对你自己说，我将不会逃避这痛苦，我要尽我所能，好好利用它，以便能够更慈悲，对他人更有利。毕竟，痛苦能够教导我们慈悲。如果你受苦，你就可以知道他人受苦时的情形，而如果你在帮助他人，受苦可以让你体谅并产生慈悲心，以帮助他人。因此，不管做什么，都不要逃避你的痛苦，接受痛苦，保持脆弱，不管多么绝望，都要接受你的痛苦，因为它事实上是无价的礼物，让你有机会通过修行发现悲伤背后的真相。陆迷写道，忧伤可以是慈悲的花园。如果你能够保持心的开放，面对一切事，在你追求爱和智慧的一生中，
痛苦可以变成你最大的盟友。祈求免于痛苦是办不到的，想要保护自己而避免痛苦，只会更加痛苦，而且无法从经验中学习。这个事实，我们不是早就知道的很清楚了吗？我们不也从经验中学到很多吗？诚如里尔克写的，被保护的心未曾失落，天真而安全。无法了解何谓温柔，只有失而复得的心才能永远满足。通过他放弃的一切，自由的为他的自主而欣喜，结束悲伤并从中学习。当你被痛苦征服时，试着用我在第五章把心带回家中介绍的各种禅修方法来启发自己。我发现疏解痛苦最有力的方法，就是走到大自然中，尤其是站在瀑布边思维，让你的眼泪和忧伤从心中倾泻而出，就像水从上流下把你净化。你也可以读一段有关无常或悲伤的动人文章，让他的智慧带给你安慰。接受并结束忧伤，这是可能的。许多人用过一个很有用的方法，跟我前面所提的结束未完成的事类似。不管你亲爱的人已过世多久，你将发现这个方法最有效。观想一切诸佛和证悟者在你头上和四周出现，洒下他们的慈悲光芒，并给你支持和加持。在他们面前把你心中的一切全部掏出，尽情地发泄你的悲伤，并且对亲爱的亡者说出你想说的话。观想亡者注视着你，带着比生前更多的爱和了解，知道亡者要你了解他是爱你的。你能够宽恕你所做的一切，并且他也要请求和得到你的宽恕，让你的心开放，并把心中淤积的任何愤怒、受伤的感觉说出来，然后整个放下，以你全部的心让你的宽恕投向亡者，告诉他你已经宽恕了，告诉他你为你引起的一切痛苦感到遗憾。现在以你整个人去感觉他的宽恕和爱正流向你，在你自己的内心深处肯定你是可爱的，值得宽恕的。
并感觉你的悲伤已经消散了。在修行的最后，问你自己，是否真的能对亡者说再见，真的能放下他，观想他转身离去，然后修波瓦法或其他帮助亡者的法门。这个法门将让你有机会再度对亡者表达爱，帮助他，并修复你对自己和亡者关系的想法。如果你放开的话，可以从丧亲之痛中学到很多。亲人的死亡会强迫你正视自己的生命，强迫你去发现尚未发现的人生目标。在亲爱的人过世后，你会忽然发现自己很孤单，可能会感觉获得了一个新的生命。好像有人在问你，你要怎么度过这个新生命？为什么你希望继续活下去？丧亲之痛也会尖锐地提醒你，在日常生活中不愿表达你的爱和感激或请求宽恕的后果。如此可以让你更关心那些目前还活着的亲人。库伯勒罗斯说，我试着教人们，当别人还听得见的时候，要把这些话说出来。雷蒙德·穆迪毕生从事濒死经验的研究，他写道，我开始了解，在日常生活当中，我们是多么接近死亡啊。现在我会比从前更小心地让每一个我爱的人知道我的感觉。因此，对于那些因为亲爱的人过世而深陷悲伤和绝望的人，我衷心的忠告是，祈求帮助、力量和恩典，祈祷你要活下去，并从你现在所处的新生命中发掘最丰富的意义。不要强装坚强，要能接受忧伤，要有勇气，要有耐心，总之透视你的生命，去发现能够把你的爱更深地与他人分享的方法。今天就读到这里，感谢你的观看和收听，下次再见，阿弥陀佛。